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文评论道》。今天将与您一同欣赏衢州烂柯杯中国围棋冠军赛决赛，由柯洁九段对阵谭笑九段。解说嘉宾是您喜爱的著名国手刘晓光老师。刘老您好。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来给大家介绍这个烂柯杯的一局比赛。是，那这两位棋手呢，在闯入决赛之前啊，也是过五关斩六将。那我们也先来通过一个现场画面来回顾一下他们的晋级之旅。是，那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比赛现场。那我们的衢州烂柯杯呢，也是创办于2006年，每2年一届，冠军呢现在是50万奖金，亚军15万。这是对阵表啊。对。第七届，衢州。烂柯杯，中国王老在宣布这个比赛八强赛的开始，现在开始是柯洁对廖元赫，廖元赫也是一个今年正在上升的新锐，成绩非常好，是谭笑、米玉婷，然后连笑、范廷钰都是国内顶尖的棋手，对，然后最后大家看到的是彭丽瑶和李轩豪，现在是现场的一些镜头，哦，这是。四强了，对，进入四强，对，等于是这个彭丽瑶对柯洁，对，然后是连笑对谭笑，谭笑今天正好是我们的讲棋嘉宾的爱人啊，是你讲他的棋那就更好了，也是很希望多讲他的棋啊，因为这样侧面能证明他最近成绩不错嘛，对，能够被我们挑选到，对，对对对，是的，很好，对，连笑，对，现在是四强画面啊，现在到决赛了，中国围棋冠军赛的决赛现在开始，是，也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讲的主角两位，对，这是奖杯非常的漂亮，陶瓷的，两位棋手特写，看到他们的落子速度还挺快的哈，两位棋手，是吧？在这一代，在这一代正好是他们都心有成竹，正好是落子快的这镜头啊。对，那最后是一个颁奖。好，我们进入到这个对局了，对局的棋局。现在我们来开始给大家介绍这盘棋。对，这个比赛是每盘猜先。柯洁之黑。对。对。走这边。上眼睛。是。这个最近像这样的布阵的很多啊。对。而且都是，这个形状最近出现很多。下面呢就是白棋在拆二。当然这个也很多，是吧？对。这个我看到了很多次。是。这个也都是。AI 给的提示，对，这个可能更扎实一点，这个风格比起这个，但是这个要运用的好的话，它效率更高。对，所以就还是看棋风的不同的选择。对，这个拆二，拆二，然后黑棋点角，点着角啊。对，现在好像这个比赛如果看不到点三三都是很少见的情况。你说的对，点三三是一种。最近就是被 AI 带出来的。这个点三三效率高，但是我自己觉得也不好掌控。是，那现在一般都是这个。对。很过去啊，都觉得是这样。对。但是呢，他忌讳走这个，怕被别人挂，觉得这样的话效率不高，怕这里面以后再打入什么，所以都走这个。对，现在都讲究把好点给黑棋，黑棋就分。分头。白棋再逼住。这样。也有走这个啊，也有走这个，这脚上就更复杂一些。脚上他以后进来呢，就要选择了。哦，也有走这个。实战是选择紧逼，选择走这个是吧？黑棋马上打入。打入，所以。然后白尖。尖对。哎呀，这个现在这个布局啊，是越来越比较，跟过去不一样了。这布局现在。想法多或者的很难掌控了，是，像他是走的这个，对，像这种选择就比较颠覆咱们过去的理念哈，不一样，对，比如说觉得这个虎柱棋形还是很舒服的，对，虎柱，但是他的是说这面
反而有借用，让你厚了之后再来靠一个。嗯，现在的布局啊，他都希望效率高，好要高，走快速效率高，现在是这样。过去那个按部就班的呢，当然也有，但是就是要少。对，现在的理念呢，就是快速要讲究效率，然后能够掌控这个中央啊这种。是。那看黑棋碰白棋就对简单应对，像这样就是说，你要是走得狠的话，比如说啊不理他或者搬这个都有，对，但是这样呢就比较老实了，我觉得这是比较老实。但这样会有觉得被黑棋便宜的感觉吗？有这种可能，因为你在这里被你走了一个后了，这样的黑棋感觉比较顺畅，这儿搬一个，是就感觉白棋的配置有点重复。有可能，黑棋白棋就跟着对，那以后有一个打是吧？对，然后黑棋这样再尖这个尖顶，对，一般一尖它就长，然后再走过来，是，看似黑棋啊想做的达到的目的都达到了，应该说黑棋还算比较满意，布局成功，对，白棋呢，那就是说都让你达到，然后呢，也慢慢下。这谈笑的这个也不着急，应该说现在应该说局面还早，是只能说因为可能大家现在棋手比较喜欢白棋嘛，所以黑棋可能下的比较积极，但白棋也是稳当的应对，是啊，你这个谈笑是你家里人，你就没有问那个谈笑这样怎么样觉得其实他自己也感觉就是说这一代可能他感觉到自己也有稍亏的但是本身他和柯洁这两位棋手都特别喜欢直白，所以就是猜先的时候他其实自己猜到白棋也是比较有底气，对，所以可能在接下来的选择就是比较的稳健 对稳扎稳打，先稳健再说，先一步一个脚印的，先不要着急，因为天目他有负担，只要不亏太多，这个白棋啊他很难，就是形势落伍啊，很难，是，比如说对挂角，对挂角，这个挂角也是一个好形状啊，随后黑棋尖冲，尖冲，对，这个尖冲呢、是流行，也这个尖冲是这个又说这个 AI 喜欢的，是、喜欢尖冲，所以刚才说这个高拆三呢，他说防他尖冲。但在这儿的确是个好点啊，感觉，对，尖冲是好点，对于全局是。现在白棋呢是有两边爬两边都有，对都有的，他是爬走这个，对，确实感觉进行到目前为止黑棋的布局应该是可以满意的，感觉还是都挺顺畅的下的，对，应该说黑棋现在这个目的达到了，他也没走什么坏棋，对，基本上这可以满意度应该是黑棋还可以，是。而且刘老，您看他们两位好像这个短短的一个布局就已经奠定了这盘棋的基调，基本上快速布局，然后后面就进入中盘，是、这个棋就说还没有出现明显的胜负处，对、这个就慢慢来吧，对、比较平稳目前，对、应该说还行，嗯，那么黑棋是尖，尖冲，尖一个，尖这是个好点，是，这个好点。如果不走嘛，像白棋啊这一类的手段呢，那都很多，是吧？对，这样的，这就走定式了，是吧？对，一个套招，这个套路。那么走了这个之后呢，黑棋这手棋价值很大，哦，很大。这个你这三颗子，应该说还被他有进攻的可能性。应该说这样，黑棋的到现在这能抢到这一手呢，全局来说还是不错的。是，应该还算可以了。那白棋靠这个是吧？靠，对，这也得跟着走啊，不走也受进攻啊。他走这个，然后黑棋搬，那么他是走了几个？对，这几个呢，他是虎了，被他连搬了。因为一连搬呢，你这个这一不能打，一打这儿有个搬，所以呢，这个被他搬一个有点难受。那与其这样，还不如粘上。这个场合，粘上你要搬嘛，我就搬这个。你如果搬这个呢，我就吃了。对，这样就吃住，这样可能会，好，白棋也没有什么了，你可能大概是长，我再压，这样下是不是有利一点？对，毕竟这边是黑棋的子力嘛，其实下强硬一点可能会更好一些，对，
黑棋可以这么下。对，实战是等于就是被白棋先手定型。对，这样整了个形。他一虎被他一扳，那么你被他压了一头，那么白棋呢也都不走了，这个谁走都不好。嗯。他也不愿意这么打掉，也不愿意这么打掉，都不好，干脆不走。这样呢，白棋走，不管怎么说，黑棋先抢到一头，先动手当然好，但是如果粘上呢，可能更加。更积极一些，更积极。现在轮白棋下，对，白棋拆二，对他也不会这么虎虎，觉得有点偏软，是吧？对，这个好，是也是对对对，自己安定的同时，也是威胁一下黑棋的眼位。贴这个也可以考虑立一个算了，立一个以后从上面进攻。那么贴走在这儿呢，就下面其实留有一点下面以后有手段，对，嗯。以后黑棋可能对，因为你这里的厚了，对，往下走比较好。那贴呢，黑棋本身可能跳也可以考虑，哦，也可以考虑。比如说这一类的，这一类的也都行啊。对，这样也可以。实战呢是长的，长的呢，白棋还很执着。对，这个谭笑就是继续贴一个，其实还是这个眼位比较重要。立一个也可以，对，他是继续，对。因为以后可能黑棋根据场合会有两个点，对，有点，所以白棋这里面你刚才说这两个，这底是空的，是有可能被点一下，现在黑棋是尖底，尖就暂时脱这个不管怎么说，这个抢这个也很大，抢这个也很大。你比如说你这个不走啊，这个最著名的就是拖了连扳，对，现在现在常用的是这个，是这个很大，对。那黑棋抢是对的，最近这个这个尖顶啊。觉得现在这个新的理论不一样了，尖顶过去觉得俗，现在都喜欢尖顶，还是体现追求效率的这个。不是，尖顶脚上木打。哦，哎，这样。尖顶走一个，这样的话，这个脚啊，如果是比如说以后这个点不进来的话，这个脚的木啊和那个小木不一样，这个反而效率高。喜欢现在都喜欢尖顶了。对，实战是就坚定完了以后，对，又把这个地方补扎实，再扎实的这柯洁，这个他这个呢，就是说这招棋他觉得这个也很大，是吧？对，他注重于这个，是这个棋直接就补在这里，这个呢，当然有另外的选择啊。如果你要现在觉得空很多了，你也许可以考虑啊别的方向，就均衡一点下的，均衡一点，实战这个感觉又捞了一票，又捞一票，他就捞实地了。对，你要是稳着点，或者说这么跳啊，或者中间走走，支援一下这两个棋子。比如说中间在哪个地方掉一掉，掉一掉，或者是跳一跳，嗯、都可以考虑。对，像他走的这个捞实地，但是你捞了实地之后呢，这里面已经没打入了，干脆他就。对，就上面来了。对，他也不想着以后出棋了，因为这里面他已经觉得这里无望了，在这里打出去肯定不行，干脆就。对，这个呢，白棋也放心了，他找到方向了。是，所以确实可能黑棋的这个下法是不是可以考虑更均衡一点？你要是先走，他不会走在这里，对，肯定不会走这里。是，现在肯定是这一带，对对对，刚刚刘老说的上面。你既然走在这里，他干脆就都我也放心了，干脆我也有方向了。就都不会再考虑别的，把这个上面一便宜，那我在进攻中央，那这样的话反而给白棋找到方向了。所以说这招棋呢，是不是早了一点，或者在中间掉一掉啊，或者先欺负那面可以考虑。对，现在柯洁走了这个之后呢，现在白棋啊，他在哪里走了呢？他是走中央了。对，但这招棋呢？也有一种说法，在这里可以考虑这个，是，这也是个好点。这个棋呢，你靠呢，我就搬。这个倒把黑棋有点不舒服。这个地方你总是要处理的，不能失熟视无睹啊，这个你得走啊，有可能被攻一下。是，那一旦白棋这一带有子力的话，这两个子的处境先攻一攻这个，那这两个子飘在上面呢，那黑棋那两个子要小心。所以这样的白棋的全局反而他好掌控了，是啊，就在这一招棋。对，倒推完还是这手棋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呢，好点，攻一下黑棋啊，黑棋可能有点难过。有点难过。对，白棋的这个位置明显是露出了一个破绽，但如果我长的话，长一个就走一个啊，您就封住。封住，对，这样封住呢，你总得走啊。
不走，这个棋是没活。对，再被搜根好像没有活，很危险。这个棋，而且这么厚，往这边赶，哎，这个棋你要去忙着活呢，都是挺难过的。让你先让攻两下，你忙着活了之后再动手上面。这个白棋全局啊，我觉得还是可以操作的，是比较生动。现在它是直接的，对，是这个吧？对，直接太直接了，应该先攻这面。确实，确实直接。他是走这个，对，是吧？这两个子呢，他有可能就弃掉。如果单纯只是吃两个，没啥意思。他都，你都只是冲了吃两个，他就高兴了。那黑棋反而负担给你了。对，甩掉包袱。对，现在其实是不要吃，要大吃是最好。对，所以刚刚刘老的思路就是说，现在这一代呢，去建立一些对接应。对，你在这儿攻完了之后，有可能我不是在这个地方吃了，有可能大。对对对，是，有可能从上面来。现在好，走这个。实战出招，走这个。那黑棋这个。走这个，对。就是希望白棋。那你要这个吃，那他那就这是最最不可走的。比如说你要这样啊，一吃那都弃掉，这个不行。这时候这就白棋就完了。对，那个。他走什么呢？他走的这个。但是这个棋啊，现在实际上吃两个，只是纠缠两个，没啥意思。哦。现在的方向啊，可能是还那个三三比较重要。你比如说啊，在这一带走一个，争子有利了，对，或者在什么逼迫黑棋，对对对，跟着应一个。对对，比如说这个点三三。啊，还是回到这个地方。对，点三三，你要是怎么立他这个。这样的先活一下啊，就在这儿安定。对对对，这样呢，那个大，这个大，所以其实现在的关键是这个脚上的时控，中央不走给他，或者怎么走一个，这个棋呢应该是，关键是点三三，中央最好是不要去走，是这样，这样呢实战在这里，对，黑棋顶一个挺好，顶一个挺好，你就给你吃，那么你这个不能被搬呢，你尝一个。那么黑棋呢？这个时候跳这个。这个时候黑棋啊，跳之前可能先搬掉好。哦。先搬。加强一下这个脚。对对对对对。搬你这个棋，这个得赢。你得赢。然后你再走这个。可以考虑。对。那个这个棋已经厚了，就这个脚呢护一下。你以后再来点的话，不同了。是。这个就不一样了。可选这个，可选这个。对。都有，都比那个强了。是，实战的云黑其实没有做这个交换，没有做这个交换，直接跳被白棋点脚啊！现在再搬就来不及了。对，如果我再搬的话，那来不及了啊！您就不理我了，不会，他不会挡了啊！至少是这个。对，比如说您直接就在这边安定，对，这个这边就活了，这一爬一拖，这尖都活了，这个不行是吧？这都爬活了，他不会再挡。所以双方可能就是在这几手棋的时候都忽略了这个脚上其实是最关键的。脚上关键，对，那个其实最好的大方向先攻这面啊，对，就从白棋这手棋开始。先攻这面，然后再说那面。那现在是等于黑棋错过了一个好机会，补完以后被白棋点到这个。这个点是个好机会。点好机会，点呢你也不能忍受啊，这个受不了啊。对，这个好像被欺负的太惨。欺负的太狠的话。这个这一下子受不了，这个被便宜了，先手便宜，然后白棋再走别的，他已经都别的就都无所谓了，他先便宜那么多，这个一般来说不堪忍受。对，就不给棋友们推荐，这两个下法都是这个都是被再走这个被他先手提一下，是，对，觉得被白棋便宜他不肯，不肯，所以通常点脚的时候就是这两个下法挡这个被搬的下法是不太可取的。那刚刚刘老也说搬不到了，等于黑棋就剩下这两个分段的方式。你这个也不好，这个为什么呢？你走这个之后，你还得要顶啊。对，这个地方是有个段的，以后要小心。哦，这个段可是了不得的事儿。嗯，现在争子看看有没有利，没有利，争子暂时很不利。暂时不利，他可以先顺一个，比如说通过进攻黑棋，这进攻或者在什么地方，确实，这个就放着就受不了。是，他只是一旦是那个，他比如说就放在这里，你还得补一个，他再攻这边。对，所以黑棋可能因为中间的这个牵制，这边是不能用强的。团一个这个形状一般不愿意下，也是下不出手。下不。
对，他最后选择立了，立还是要分段、嗯、对，嗯，爬一个，对，但这样你同样的顶住还是会有断点，这个可能更惨，这个如果走这被他一断你受不了、嗯、是断可能不行，对，所以立的时候应该就想好了要退，要退，对、嗯，这个角就给了白棋了。是，嗯，然后这个都要补，嗯，哎，你不能硬吃啊，这可最不能是这样，这可不可以？对，局部呢确实是死的，这可不可以？这个一弃子、嗯，这样就黑棋完了。哦，这黑棋就完了，哎，嗯，这样一断就完了，所以最好的办法，嗯。是干脆粘上算了，或者是干净粘上，干净干净，这样是逼迫白棋必须要做活，对，那一大飞就死了。嗯嗯，这个呢他以后还有个点还要讨厌，嗯，讨厌，反正你或者补这个或者补那个啊，对，或者补这个，是补小一点也行，就算你补一下活了是肯定活了，对，但是现在呢黑棋你可以走了先手之后呢这个打先手你可以考虑比如说这个，嗯，也可以考虑一下，既有空，然后又兼顾自身的保起，这一类的、嗯、可以考虑这个，对，这样走完之后把这一点，这样的话黑棋啊仍然是一盘很有利的棋，这点完之后、嗯、这个白棋啊自身也要小心的，嗯，自身的眼位也要小心，对，可以考虑一下，对，所以这个时候先手很关键，对，嗯，谁占据主动，他呢走了一个这个，对，走了这个呢想效率更高，对，想追求，如果你补这个呢我这个在这个位置再更好上，对，但是呢这个棋啊它有一手加一个、嗯、搞得黑棋有点难过，哦，加一个，对、嗯、他等于也是先问黑棋你怎么办，哎，对，他是立的，对，如果我粘上的话，粘上我就是算这两个便宜了，那我就比如说你刚才是补这个啊、哦、这两个不是便宜了，我以后有度过，嗯，对，有度过应该是补这个，这里度过呢，这个角上这个官子便宜了，这两个等于这两个交换，嗯，这两个交换本来是这样的，官子上是白棋认为还是可以的，嗯，但是从大局来说还是应该粘上，哦，你抢先手太重要了，嗯，现在你是个先手在握，你可以选择全局的下法不一样，你这个现在他是走的这个，对，他可能因为不能接受，他本身是想追求效率、啊、对了，结果反而吃一亏，对，吃一暗亏，柯洁是选择了这个利，对，契合还是得利，利了，他觉得你这样走我这个利呢、嗯、这个木不能损，但是呢你一利呢，嗯，白棋脱先了，哦，这个时候先手太关键了，白棋他就不再走这个了，嗯，他不用做活了，哎，搬的这个，搬的这个，嗯，他是连扳，当然连扳也很大，我是说这个呢他还是好点，嗯，还是好点，但是呢这个连扳当然只要动手在这个地方总是大的，哦，就这个时候谁先在中府定型实在是太关键了，是挺大的中间，嗯，这样白棋就粘上，而那个一大飞呢他能够先手收掉，嗯，对，先手在这里走，这个你如果这个棋呢换成黑棋在就哪怕在这跳也是很大、嗯、是吧、嗯，这块棋它还是没有，还是要走，嗯，你还那个搬粘的继续补，这本身也很大，嗯，这换成这个白棋先手摁了黑棋一头，哎，摁了黑棋一头，这个地方也没有说完全活干净了，但总是挺大，先手挺重要，嗯、是黑棋拐、嗯，黑棋拐一个，对，因为随着白棋变后，黑棋的这五颗棋子也是慢慢的会感觉到一定的压力，是啊，对，他们走的都很稳当。对，先，哎，这个谭笑也是走的相当稳健的棋啊，嗯，哎，就这样，这个呢他是本身也大，他觉得以后被你压了我也不舒服，哦，他、嗯、干脆我就在这个地方呢，下一步他这个破你眼位，对，哎，如果你挡当然我高兴了，就算了，我便宜了，先手便宜，哎，嗯，实战黑棋当然不能忍受，这个是他先手，这个不能抵抗，然后跳弃掉，这样的话作为来说也是黑棋也的顺当的跑出来也还行啊，嗯，但是那头呢他两个人都不走了哈，对，先暂时还没有走，白棋落着先手他总是好的，多走一手棋在这儿先要一下吧，对，这是先手，对，顶完这一下，顶完这个，对，好，对，其实现在应该说到了这盘棋一个挺关键的时刻，就中府究竟是谁厚谁薄，嗯，谁欠，对，还是谁就是能够占起一些便宜，其实是这盘棋的关键，嗯，
那我们也是先稍作休息，然后也让棋友们思考一下，我们待会儿再为大家解答。好的。欢迎回来。好，那刚刚呢是为大家讲解这个衢州烂柯杯中国围棋冠军赛的决赛，由柯洁九段对阵谭笑九段。好，我们回到棋盘。好。那现在的盘面上呢，应该是中府现在是这盘棋的关键了，刘老师。哎，对了，现在是轮白棋下。他在这儿走了一个先手之后呢，该白棋动手，怎么在中府中央走棋？现在你说这个时控啊，对，形势怎么样？倒是还接近。还有的说有接近。哦，这个应该说还难说。中间呢白棋这个也很厚，怎么样能够他占点便宜？这个很重要啊。是。现在白棋啊，要是我觉得像我有可能就把这个走了。这个也很大。如果能先手走掉，抢了官子走掉算了。对。走掉算了。嗯。走掉算了，我再或者说这先抢完了。这里也很大，或者中央再怎么样分开，或者这一类的，或者这样都很有价值。对，怎么样走走棋，或者这个，我总是动这个脑筋。是。现在呢，他这个没走。对，这个他没有走，是吧？他是直接在中间动手。中间走棋，这个谭笑啊，这个风格啊，哎，对你谭笑什么风格？你是家里人，你总是知道的。我觉得谭笑的风格还是就是相比于战斗的话，他更喜欢就是掌控的棋。掌控的棋不是战斗棋吗？对，非他不太战斗，就是他主要是，对他也不是说不能战斗，但是如果说咱们能好好讲道理，不用战斗就能就是把这个全局控制住的话，他是不会主动挑起战斗。那就他喜欢大局观。对。啊，谭笑喜欢大局观的棋啊。不是说特别就是喜欢，力战或者像我这种特别喜欢力战的。对，这个比较好。一般棋力强的人呢，那没有刘老都喜欢这个不战而取人的，就是不用死着给人家战斗。喜欢战斗的人多数啊。一般呢都是对官子没自信，这样的反而喜欢战斗。因为他觉得后半盘还要跟你慢慢收束，没自信，反而干脆解决战斗。对，是。好，我们来归这个正题啊。对，现在他走这个是，嗯，所以像现在这样就是平稳要收官的格局，其实是他挺喜欢的。就谭笑，他对自己的后半盘的这种收束还是挺有自信的。看来你跟他，不，家里你们经常摆棋哈。对，是，真是不错。这个一家人在一起摆棋，那是真不错。对，有共同的爱好嘛。乖呀，对对对对对，这个很令人羡慕啊。对，是不错。这个，那我们言归正传。好，对，白棋飞的时候呢，很明显现在黑棋上下两块都没有完全活劲。对，现在该黑棋走。黑棋呀，现在你没有活劲，那走个简单，那我就中间连呗，对，行不行啊？对，连一个，如果我能，先连起来，以后你这里还有保卫呢吧？对，是吧？先分段，分段再说，你看你怎么来分段我。是，要是我就这么考虑。对，这样的话，你白棋走什么？我估计是不是白棋还是想争取看这个地方再分段，对黑棋的联络能不能，那你我先走了一手，你再分段呢，你就会慢一拍，就会累一点了，对，给你增加负担。对，所以呢我要分段呢，你像我也可能比如说这一类的，直接从这个方向，你这一类的你要走这个，我有可能冲断了，你走这个我就压顺势，压一个，这样的话这是我的考虑啊。你这样我分段不是明显吗？对，是吧？那么所以说现在的核心还是就是从黑棋的角度，就是想把两块孤棋联络，必须要分段。对，从白棋的分段的最好，位置选一个好位置。对，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好一点？他走这个呢，走这个呢，你怎么分段我呢？对，得想想办法哈。你要，说我走这个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对，走这个。对对对，那我再粘上。这样我们。对你这个也薄一点是吧？对，是。那他就比如说这一类的走，或者还有这一类的中间，对对对，你也得忙着往前补。对，这是拽着你走。
我觉得这个图刘老我不是很有成算哈，啊，感觉白棋确实是就是黑棋先补完之后，如果强行要分段的话，再分段的话你会累一点，对，是吧？是，确实是这样。那么他这个我觉得应该黑棋要补一个，嗯，补一个，他对白棋也有一些约束。你说这一类的，你也在你要以后要小心自己的规矩，联络也不好。对，嗯，哎，那么他没走这个的话，他走什么呢？他实战又捞了一票，他想把这一代就是白棋的潜力消掉。我觉得这一招棋，这柯洁这个有点，他这个已经铁厚了，嗯，这叫比铁还硬的这个。对，这放几个他都不用理的，这个没必要。他去围控厚的地方，谁还去围控啊？是，哪怕我觉得走在这里也比那个强吧。嗯，是吧？对。还有这个，我觉得这个还有这一类的，嗯，走走。嗯。骚扰一下白棋的这个，骚扰让他过，哎，怎么来？对，是应手，对，看看你怎么应对。还有这一类的是吧，嗯？我觉得这个最简单。对，还是连住比较厚。连住大局，然后让他来破。柯洁走这个我不理解。嗯。他走这个，他想让你这个空变得更小，那我怎么？我不可能去吃这个，不可能，对吧？对。那个地方没必要吃了，要走齐的了，嗯。是。这个我觉得方向是怎么地方，我觉得不满意。啊，哦，这手棋。这样等于被白棋再飞过来，那这个是关键，嗯，这个关键，这个一连呢，这个你得忙着，这你看这个棋你还能熟视无睹吗？这个、嗯，不能，对，这个要小心呐，对，啊，所以这招棋一走呢，白棋的比较顺畅了，嗯，那么黑棋是联络，对，那等于先手了。你本来那这招棋走这个呢，你先让白棋来破，来分段你嘛。嗯，白棋分段，我现在还不知道。对，目前没有看到特别好。比如说啊，要是我也有可能拐一个。嗯，你再尝一个，然后这只怕不怕这个倒是。嗯，这个呢，反正我就冲出来。对对，感觉上这边也白棋，如果黑棋挖白棋，这个感觉上白棋还是有点凶险。作战可能还不怕。是吧？对，这白棋两边，黑棋暂时不怕，或者黑棋要把先那个走掉。嗯，比如说这个地方啊，嗯，这个地方要走这个的，他比如说打了这有断的，麻烦啊。嗯，之前呢，黑棋就给他应该走掉这个啊，走这个之前，如果是我下啊，明白？嗯，先走这个，嗯，哎，逼白棋定型，走这个是，你大概走这个，嗯，对我甚至在上面，哎，补在上面，哎，补上，你这个做活，嗯，然后你再走这个，这样呢就一气呵成了，就把全局。哎，走串了就不要走这个，这样就拼控就行了。对对对，哎，这是个拼控的局面。是，这样的话黑棋不差，嗯，全局不差。嗯，那刘老，您要大飞的时候，我是不是也想看能不能抢一手？比如说我，哎，我跟您拼了，您要敢吃我，我就。哦，那就另说，那就这个就比较更猛了。对，当然这更复杂，应该说这样是比较正常的一个进行。黑棋没有保留的必要，早晚走，还是应该先走掉。先走掉，嗯。好，他在这个地方走。对他实际上是捞了一个那个地方。那走这个，那么走这个是，白棋呢？对，白棋就一步一个脚印。谈笑啊，也很稳当，是非常稳当。你看在这个地方还在补贴一手。嗯，相当稳，他的棋非常稳当。要是我觉得我干脆又捞一票，我会捞一票就打了走掉。嗯，对，我是会这样，干脆就这样抢控。哎，抢控，嗯，我有可能会这么下。嗯，觉得这都或者是走一个这个之后啊，这个逆收也挺大。逆收了，嗯，你既然不走逆收算了，这也是可以考虑。嗯，好，我们看他实战，这个都不走，对，都不走呢，他是走这个，对，非常稳当。他可能觉得形势还不差。嗯，但是这个棋黑棋我怎么觉得非常大，这个棋对点一个，对，但您现在点我是不是得，我可能有点想组都跟您拼了。那我走这个，对，这样的话我就比如说拐一个，拐一个，或者我直接哎怎么样，可能直接走比较好。哎，这有可能。嗯，对，这块棋呢我是否能活啊要考验了。嗯，不见得有这个把握。对，所以黑棋还是之前您说捞了这一块，啊，其实还不如这边大。哎，对，还是先把自己联络，这个，可能这个棋还不如太关键了，还不如在这里。嗯，对对对。哎，好，那么柯洁我们也批评他，就这个主要是这手棋可能哎对有点失去均衡了。哎，对，嗯，绝对好，捞得太猛，嗯，捞得有点过头了。对，那实战呢，他也是
也抢了个大的。这柯洁又抢啊、哦！他先飞这个。哎，这个该走。对，这个再不走要被你说了。这为什么不早走？他是走的这个。对，而且他是粘上的。嗯，当然粘和这个都可以考虑，都行。各有利弊。各有利弊。嗯，他走这个。粘上，嗯，粘上，他这活了。嗯，这是他的先手，这是现在他的权利，然后再来再抢这个。对，抢这个，这个确实大。确实大，确实大。那你因为你没有一直没搬来打我嘛，我干脆我也逆收你一个。然后白棋呢，这个时候啊，这个按理说是官子是损的，对，不能这么收。从纯路的角度，是这样可以打这个，但是呢，他如果你要是走这个，我不就吃在这儿了，我吃在这里了，嗯，就不一样的吃法了。对，嗯，但是柯洁继续要把这个撑住，嗯，官子不让。对，因为黑棋如果不撑这个的话，那可能这两个官子就是哪个大又是一个问号。那他就是不是全局的形势他还没有一个完全的自信，可能形势啊。对，应该从黑棋虎的这个角度来考虑，就是说如果他现在简单做虎，对，被吃这个，他这个控可能有问题，他没有自信，对，不满意，嗯，所以他实际上还是得撑住这个。撑一个好，嗯，那刘老他为什么不粘呢？粘上呢，并粘上以后他有靠啊什么之类的，哦、有一些看起来围的大，其实反而、有些利用，有些利用。虎一个呢，搬粘之后它形状更好，嗯，哎，所以是你如果打一个，那我就算了，这个棋我就走中央了，你再棋就我就便宜一下，嗯嗯，给你一个选择，对，这虎还是可以的。对，然后现在白棋你拖连着拖先，白棋这个又损了一个来走这个棋，虽然谭笑不善于这个进攻，不喜欢进攻，这逼得他没办法了，对，他只能来进攻了。应该说这个棋进攻一下黑棋也是有比较难受的，对，挺头疼的。那这白棋走了好几个了，走这儿是来一个，这个还这儿多了一个，这进攻你这个眼位不确切，中间能行吗？这个对，能不能有眼还是个问号。对，嗯，比如说如果简单的顶，这白棋就长一个，对，这样因为这个是先手，就黑棋的眼位不是很充分啊。你如果虎，嗯，不是说中间的眼位，它这一挖你是吃不住的，对，啊，是吧，对，哎，所以黑棋上面眼见的又没有两只眼，这个你要搬了走这个，凡是你打劫不行，你要在这儿做很辛苦，对吧？所以这个时候黑棋得想办法往外腾挪。但这个被顶，这个是个要点，嗯，这个要点，他是希望你走这个，我再走这个，他是希望这样，但是呢，这个一走呢，如果你挡他一退啊，嗯，黑棋补哪里很累，哦，现在有断点，这个地方有一挖，对呀，那我怎么办？我得，你这补起来难受，麻烦，嗯，那我如果就，哎呦，这我都补不出手，对呀，你这个你这个都对，这个我还有点欠毛病，对呀，我这还有个结的味道，还有味道，反正这个棋就你看这个形状不对，我就先放着不走，我在这一走，你这个连不回家，嗯，这好像马上整块生死，这块棋能活吗？这个很很危险，嗯，所以他就又转向了，又转身，嗯，转上，对，但这个被白棋拐出来，这个形状，那你这个。在这儿多一颗子啊，效率不高。嗯，当初这个子啊，方向不对。对。嗯，现在你的忙着补断呢。对。本来这个其实不要走的，这都是损棋啊。嗯。但是现在也没有办法了。对。这个都要顶，你可不是这个不能粘，粘还有个挖断是吧？所以这顶一个。对，应该说这一串黑棋下得很痛苦。是。都是单关连回。这个棋呢，算回家了。嗯。回家了。但是你的忙着这儿补了一个，这儿顺了一个，都是给他便宜了一下，是吧？嗯，对。关键是咱之前说柯洁捞的这一票，哎，现在是吊着的。对对对。对，这地方，白棋。哦。还是有问题，联络还是有问题。对对对对，哦，他是这个谭笑马上就走了。嗯，当天就吃。当然。还是觉得大。这个也可以考虑，比如说。这先压一个也可以，这个也大，这个也大，嗯，这个呢，这个如果把这个走了，那个中央，这个比较实在，把这个走了，这个吃完也就十几目，这个有这个价值，嗯，这样的白棋我觉得，总的来一核算呢，白棋便宜了，嗯，嗯，这个这从这个地方这一进攻啊，
他最后的获益啊，这个白棋挺好的。是，刘老，当时我记得我看的时候，就是咱们的 AI 啊，也是推荐说白棋这样的话就是很稳当的，胜率也很高。对，然后实战我就看谭笑选择的是顶这个嘛，我后来就问他，我说，哎，你不觉得这个贴大吗？对，他说他是这么考虑的，他觉得呢这棋他觉得大，但是呢他觉得黑棋先手连扳完以后呢，他的效率不够满意啊，他希望啊就是说这个棋他比如说他觉得这个点有先手味道啊，点然后您要是连落的话呢，哎，他觉得这样他再下啊，这个图不是您就不能扳我一下了吗？他觉得效率更高不就行吗？对，然后这时候呢就是咱们这个下棋的心理就很有意思，就他觉得他自己形势不错，这会儿啊他突然就开始担心，就是我点的时候黑棋会不会反击，哎，比如说飞出来或者是拐，然后他就觉得如果要在这一带战斗的话呢，他觉得是也没把握，对，他觉得那算了，还是就下个简单的啊，他在这个纠结当中对最后选择了这个。是，我还特地问了一下，我说哎，这个挺厚实的，你怎么他是本来觉得这个效率最高，对，他希望下成这样，但是呢又担心这个不是绝对先手，对，所以在这纠结或者思考当中呢，他在这个突然间又改变了航程，他就觉得这样干脆吃吧，这门就不走了。对，但实际上他这个就是我也有这个经常犯这个，又拿不定主意，再一想，有时候把过去那个就干脆再走了，又全盘推翻了，推翻了。其实他就走的最简单最好。是，哎，你这个既然你觉得这个没把握，那干脆就这个不就完了，让一点算了。这样的你就很好，只要比这个强就行了嘛。对，其实这个最好。他是实战是还是吃这个？对，他这个没先提掉啊。没有，应该先提掉，也是挖的，挖的，应该先提掉，好，他怕来不及以后，然后黑棋断断这个，好，这个这样呢，你有黑棋啊，其实这个中间比这个打中间呢，让黑棋先动手了，感觉你要连压了扳呢，这个地方在虚的地方成梦木啊，效率最好，对，现在虎一个，是不是说哎说这个好一点？对，这个我也问他了，然后因为我当时都在看嘛，是这个，咱们 AI 是觉得说就是这样的话，对，可能这个地方他觉得更好，效率好，但是他说他是这么想的，他说他觉得虎在这儿，就他可以预见到是这么下嘛，对，他觉得黑棋一定会抢这个双先，啊，就从咱们人类的思考，但他说这个打吃官子本身是小的，啊，他打吃的话他就准备搬粘，所以他说他觉得虎完以后可以诱惑黑棋去吃这个，然后他就没有想，对，哦，这样的，对，这个我觉得还确实是咱们就是人类棋手下的时候会有很多心理上的活动。那实际上他是不是他有这个？但是他觉得他吃定他的，觉得会打这个是吧？那实战柯洁就是打的。对，就是可能咱们就会觉得说这个双先两目，特别想抢，对 对, 对。但其实就像刘老说，可能真的是应该去先搜根才是最正确的下法，也是有可能。先打这个。对，这个，实战就是这样。就实战就是打这个的啊。对，然后他就一扳粘。扳粘，好。然后黑棋提，就这几步招法都在他的预想当中。对。啊，那算这么算，这个算路够深的。这个居然呢把他的心理都算出来了，对，可能是对科技还挺了解的，对对对对，这个下棋就是这样啊，对，但是现在形势你觉得他谭笑觉得是他好啊，他还挺有自信的，他觉得这么搂过来就，但是你不管怎么他多送了一颗子总是黑的白棋，总是黑棋这效率肯定是有出问题了啊，好，现在该白棋，你提了之后应该是白棋可以脱先吗？白棋脱先，白棋实战先尖尖一个，对，尖这个也是，总是打这个被靠住总是打的，尖官子呗，啊，对，黑棋现在本手可能就是跟着另一个，对对对对对，但可能关键他没有走本手，对，他可能也是意识到形势要下的积极一点，对，他是把这个给捞了，他是这样的，你这个不行，这个被有贴啊，所以他走的这个挤了，对对，走这个，这样他白棋不先冲掉啊，他是捞了一票，他是捞了一票，然后。这个白棋是点的，对，点这个如果你粘上，那个我想它是不是这个，对，是这样吧，对，它这个等于补住这个断点，等于是我这个呢把这个断给补了，会贴走这个是吧，对，然后再冲，对，度过这一吃你可能接不上了，对，接不上，这个地方连落还特别难受，
虎还有不是你只能粘，对，只能粘，只能这样。对你这个粘不上，粘了这一挤就掉了，是吧？嗯，就是这个。那这个棋呢是白棋的预想图，对，等于又破了黑棋的空，然后您这几个就是子又掉了，对对，所以它这个粘是粘不动了，嗯。不能粘了，所以黑棋也是看到了白棋的这个计划，对，他是选择的双，那双他是实战，哎，这样他也不长啊，嗯，不是长一个那个，他是双的，对，他，对，嗯，双一个可以，是因为他看中就是接下来要把这个挖，有一个挖断，对，那白棋就把这吃了，是是吧？嗯，黑棋踢，这是，这就吃通了，这都通了，也安全了，刚才就数目了，嗯，白棋就给他拼空就行了，对，那么他就。预定的就把这个瓦吃了，哎呀，这是他预定的，这是柯洁他的这个必须占，对，柯洁他的预算，嗯，都算好了，就是这样，这样呢就把这个这两个子给留下来了，嗯，应该说看样子各吃了两个，黑棋好像也不差，对，这个转换，从这个角度来说，局部转换，局部转换呢你也吃了不少，哎，甚至比你这个目还大。但是呢，之前的可能要切木啊，嗯，哎，可能之前那个有问题，被在这儿抠了这么大，嗯，这个棋总的来说形势啊，可能还是，不够啊，哦，算总账，总账就还是这一块，好像咱看下来就是黑棋没有明显的获利的情况下，嗯，白棋这一下子涨了十几目，对了，还，嗯，还是明显让明显的，对，这个时候应该大概形势。这个差多少你觉得，嗯，现在应该是就是他下到这儿的时候还是白棋明显占优，对，盘面黑棋的都优势很有限，有限就是那就距离有点大了，嗯，对，应该还是说这一战只要他把这个扣住，嗯，对，这面不出问题，嗯，这个棋啊就已经黑棋的损失就出现了，明显是因为你这个是单关过来，他这是有目的，对，是吧，哎，这是目，这十多目了，你这个单关两下，然后剩下呢，这面又没出事儿，这个棋呢，嗯，白棋正常运转就很好。嗯，白棋就挡回这个大关子。啊，对，这个很大。嗯，然后黑棋把这个扳，这个也 这是他的先手，对，是吧？这个也非常大。对，这是他的先手。嗯，然后把这个扳也大。这是，这个很大。嗯，这很大，要否则白棋先手给扳粘的很大。对，是吧？这个你是，嗯。然后这边因为。现在白棋暂时可以先走了，他不补了，对，是吧？这个白棋不补了，嗯，这个棋呢，可能是不是他也出他的那个什么了？意料，白棋把这个踢掉，嗯，白棋先长，长这个，对，对，这都是白棋的先手权利，这个棋也是先手权利，对，啊，这个十几目很诱人啊，对，白棋这个地方就是暂时不补，但是很明显这个地方就有破绽，就是，这个地方有这个。对，是吧？就是虽然可以暂时不补，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咱如果看成这个是先手的话，对，那这一走，这个地方它还有点的问题。对，所以其实就是，嗯，点这个你走这个，它再往上冲，嗯，是吧？这个地方总是有点破绽，有点便宜，但是目前它能扛住。对，不着急，它实际上是收这个，这个关子比较大，搬这个，搬这个，因为你要走那面的话，被它搬一个也是挺好的，是，嗯，所以它先搬你，嗯，收一下。对，然后黑棋打吃，这是你的先手，嗯，对，然后虎这个他希望能先手让白棋粘上嘛，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先手关子，但是这个时候白棋后手，对，补到外面，嗯，那当然补外面好了，嗯，这个只是两目棋，对，如果从那个什么啊，对，而且您断再被我搬粘到下面的话，黑棋可能本身收官，就是，这个可不止两目棋，对，这个关子来说，应该说白棋下的这个后半盘啊，这关子下的挺好，因为谭笑他因为喜欢收关的话，对，他可能喜欢均衡的棋的话，他就关子呢绝对是他的优长处，嗯，对，然后对，所以就是到后半盘的收关的话，基本上就是谭笑的招法跟这个 AI 的推荐就是吻合度会很高，那说明对，就擅长这个，擅长后半盘的控局，嗯，是吧？对，所以这个属木的感觉也非常敏锐，嗯，是，现在对，现在白棋是尖到尖的，嗯，黑棋的要走它点一个， 对这个棋呢是要争便宜了，你如果一粘，嗯，你这再一冲你不能挡了，嗯，是吧？对，如果我一挡啊，这就出事了，吃就要出问题了，你还是去退缩了，所以这个点是个
哎，要占便宜的。对，但是因为之前咱们介绍，现在白棋的这个形势还是不错的，所以他就选择一个退让。退让。哎，就让你把这个子吃了。这个是哎对，退让了。对，但他也算是包扎住了，把自己的空。那被黑棋这提一个，但是呢，全局可能不受影响。嗯，然后白棋吃在这儿。这个时候呢，就说全局啊，都基本定型了。对，没有什么。这个棋呢，它这个地方死活一直不停，你打吃它就退，这个地方它看得很清楚了。那全局呢就基本上只是小官子的了。以后这白棋也尖一尖，什么都是先手。对，都定型的差不多了。这个应该是到下到这个时候，应该是盘面怎么样？盘面黑的好一点。对，也就一两目，一两非常有限。那就对于贴七目半的来说，对。距离已经拉开了，作为专业棋手来说，这就输很多了。对，算是败局已定。对，这盘棋啊，应该说是谭笑后面下的比较出色。尤其这后面，我觉得柯洁可能前面这个在中间呢，下的稍微的这个效率没那么高。是吧？对。是应该说是谭笑的好局，是吧？是。前面好像柯洁的这手棋，如果像刘老推荐的联络的话，应该说这盘棋还是非常接近，最终的胜负也很难讲。哎，不错不错，你这个谭笑下的这么好，就对于你来说也是非常高兴的啊。对，确实，因为今年其实本身谭笑的这个成绩不是那么理想，那在这个年末如果能收一个好官的话，也是希望能够一扫之前的这个颓势，在新的一年有好的发挥。很好。对，这应该祝贺你们。挺好。是，好，那也是恭喜谭笑在这个年尾拿到了一个冠军。然后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为大家解说。好，解说到这里，然后下次再见。行，再见。今年难克八个子，加油！前进四年，灵光闪现。